原标题：巾帼不让须眉，民兵娘子军的奋战。战场上，娘子军是英勇作战的女战士，生活中她们是紧握手中线的贤妻良母。这些布最终用来给战士们做鞋做衣服。战争虽然是小女加步枪，但是到了女兵这里，其实是步匹加步枪在防空洞里进行敌军扫荡的实战演习。这些本该男人干的活，他们也参与，图为女青年的加紧织布，为前线战士的穿衣提供保障。作战的需要，他们都是齐耳短发。返回搜谷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